我知道大家咧都好緊張咧，喺五加一誒申請永居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個 test 咧一定要合格嘅，嗰、那個就係 Live in UK test 啦。咁今集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去考同埋點樣報名嘅。咁你記住啦，除非你係過咗六十五歲啦，又或者你申請永居嘅時候咧係未夠十八歲咧，先至可以豁免嘅啫。如果唔係咧，所有人都一定要考到噶。希望今集可以幫到你啦。 Hello，大家好啊，我是英姐啊，好耐冇同大家见面了咁我諗我哋都有成可能。 幾個月係冇出到 video 啦，希望你哋冇唔記得咗我啦。咁其實我哋嘅頻道咧一路咧都係想拍一啲有用嘅資料咧，可以俾大家知道嘅。咁所以因為咧最近其實有忙於誒、呃、我哋誒英姐冰室嘅日常運作啦，所以咧都真係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咁今次咧因為有少少資料咧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是、咧如果有大家又係有 follow 開我個誒 Facebook 嘅話咧，都知道咧我喺上個禮拜咧就已經考咗 live in UK test 啦。咁我知道咧有好多。 朋友咧都已經考咗噶啦。如果你未考嘅話咧，我希望呢條片咧可以幫到大家少少嘅。咁啊，最主要係分享一下考試嘅即係心得啦，同埋點樣温習咁樣嘅。咁啊，首先就講翻 Life in UK Test 啦。點解大家要咁緊張呢？其實就係當你誒五加一申請永居嘅時候咧，我哋就必須要咧係有 Life in UK Test 考咗嘅。咁誒，另外一個咧考試咧就係英文嘅考試啦。不過咧誒呢兩個考試咧，其實之 之前咧喺誒早幾個節目啦，同我一位律師朋友傾偈嘅時候咧，都有提提及過嘅。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資料咧，可以提翻或者重揾翻嗰兩條片嘅。咁今集咧，我最主要咧就係、是、講下我啱啱考咗嘅 Life in UK Test。咁其實咧嚟咗英國之後咧，已經有三年嘅啦。咁我一路咧都好有打算去考嘅，但系咧一路咧都提唔起嗰、那個、呃 動力咧就去温書，咁點解忽然之間咧就係又會咁急去考咧？咁其實都唔係好急嘅。咁誒，我報名咧就係星期四嚟嘅，咁跟住嗰個禮拜三咧，即、就、係、是、上個禮拜三咧我就去考啦。咁大概温習咗嘅時間咧就係誒六日到啦嚇，即係我報咗我就開始温習嘅。 咁點解會誒、呃、要咁急跑咧？其實咧，因為坊間咧就有傳言咧，就係話咧個 celebrity 會係嗰、那個考試範圍會有改變啦。咁估物論係咪真係會改變或者點樣都好啦？我哋知道嘅咧就係咧誒嗰個題目咧係的確係增加咗嘅。點解咁講咧？咁就係咧早前咧我有啲朋友咧已經可能係一年前或者兩年前咧係一嚟到英國咧就已經係考咗呢個 Life in UK Test 㗎啦。咁當其時咧佢哋就話俾我聽咧佢哋。 温習咧就系温大概系十六个模拟考试嘅，咁十六个模拟考试咧就其实就系啲 multiple choice 啦，咁就可能系喺啲 past paper 度咧就集合啲问题出嚟，咁条 link 咧我都会稍后会分享俾大家嘅，咁但系咧到今年啊，我去考嘅时候咧，个模拟考试咧已经系增加到去到十七个噶啦，咁即系换句话讲講咧，其实题目咧系一路咁加上去嘅，咁换言之，你越早考你温習嘅题。 目咧就系需要少啲，咁嗰十七个 test 咧就系、是、诶一个模拟嘅 multiple choice，每一个诶模拟考试入边咧有二十四条题目嘅，咁佢会诶有个诶 model question 啦，然之后咧有啲 answers 俾你拣，咁即系有一题题目，跟住就四个四至五个题诶诶诶答案俾你选择，咁有时候可能会叫你选择一个答案有时候会叫你选择两个答案咁样嘅，咁。 基本上咧，你誒温曬呢十七個題、十七個 model 誒 exam 呢個 m o d e l exams 啦，即係我哋叫做模擬考試咧。基本上你就係可以去考呢個 live in UK test 噶啦。點解咧？因為係誒，即、呃、係據我經驗或者誒大家一啲統計翻嚟咧，就係、是、話基本上咧，live in UK test 嗰個正式考試咧，嗰、那個題目咧。 基本上，m o e 摩 n 九十個 percent 或者可能九十五個 percent 咧，都係喺呢十七個 exam 入邊咧，係已經 cover 咗嘅。咁所以如果你温咗呢十七個 exam 咧，你去考咧，基本上你都好有把握係可以考到合格。咁點樣維之合格咧？就係、是、你去考嘅時候咧，一樣有二十四條題目，你只係需要答啱十八条題目咧，咁即係大概係七十五 percent 咧。呢 就係已經係成功嘅，即、就、係、是、你有六個錯嘅機會。咁換句説話講，如果你誒有九十五個 percent 或者九十個 percent 係放呢十七條、十七個模擬考試嘅話咧，你只要你温到去有呢十七個 exam，你都識晒嘅話咧。 你基本上咧有百分之九十 percent 咧，你係合格噶啦。咁誒，佢、呃、又唔一定会出咗啲额外嘅题目嘅。咁我自己温嘅时候咧，就除咗呢十七个 exam 咧，我就系、是、诶、呃、另外咧就好好啦，喺一啲香港人嘅 group 度咧，就有啲朋友咧就 gather 咗另外五十题就系冇喺呢十七个 exam，即系呢十七个模拟考试 cover 嘅。佢就大家可能系贡献出嚟，咁然之后咧，大家记得就诶俾咗啲资料，咁就另外咧就俾多咗五十题。咁我就。 温埋呢五十題，所以基本上、呃、我都幾肯定，我去考呢個試嘅時候咧，我係會合格嘅。咁到我考咗出嚟咧，咁我心目中我相信係最少係有廿三題係、呃、合格。 即係啱嘅，因為誒我記憶中咧嗰廿三題都係 come from 呢十七個 exam。咁好啦，講翻温習嗰個方向啦。誒、呃，我係用咗大概係一個星期左右咧去温嘅。咁我因為有翻工啦，我哋有經營誒冰室啦。咁我放工嘅時間咧就誒搞晒屋企啊，煮晒飯之後咧，我通常就係每日大概温半個鐘頭到一個鐘頭。咁就温咗一個禮拜咧，咁好好彩合格咗。咁誒、呃、可以俾少少 tips，但係。 家啦，即系如果你话啊，系咪即系诶、啊、一定得咧？咁其实就诶、呃、都要睇翻每个人嘅嘅嘅情形有會唔同嘅。咁诶、呃、我会建议大家咧可以咧，首先你未报考之前，或者先温睇咗一次嗰十七个模拟考试，咁诶十七乘廿四题啦，大家都知道大概系几多啦，即系诶三百零四百题嘅 multiple choice 啦。咁你睇嘅时候第一次，可能你有啲题目你都已经识答嘅。点解咧？因为咧佢有某 好啲题目咧系好简单嘅，例如佢问你诶，几时系 Christmas days 啊？ 其實係 Boxing Day 啊，或者係誒四月一號愚人節啊，嗰啲嘅題目，即、就、係、是、一啲 common sense 或者我哋本身都認識嘅。咁有一啲係比較難啲嘅題目啦，我會稱之為即係、就是、一啲我哋本身係唔認識嘅題目。例如誒、呃、英國 England 係包括咗邊幾個地方？咁、呃呃、啊，包括咗 England 啦、誒 Scotland 啦、誒同埋 Wales 啊。咁咁可能有啲人都會知道啦。咁但係可能我我就對英國歷史唔係咁熟悉，因為我本身冇讀 history 嘅。咁佢都有問到，即係例如。 几时系诶世界大战啊咁样嗰啲题目咁？如果你本身有读过 history，可能嘅帮助会诶多啲嘅。咁你首先咧就睇咗一次，有十七个题，十七个个模拟考试先。咁但系有少少印象啦。咁诶，你又觉得睇下啲题目，你系咪大部分都唔认识啦？然之后咧就就决定去几时去考。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报咗名先啦，因为。 好老實嘅，你唔報名咧，其實你就滴唔起個心肝去温嘅。咁我之前一路都好想温，但係就唔冇個動力啦。咁報咗咧，因為咁每一次報名嘅時候咧，就係、是、需要五十磅。咁啊，當然啦，就一次過咁啊，五十磅就搞掂佢就最好噶啦。咁所以我就建議大家去報考啦。咁報咗，然之後就逼自己温。咁温嘅時候咧，就首先第一次係睇咗十七個十七個模擬考試啦。然之後咧就開始咧，第二次嘅時候就開始做啦。 咁初初做嘅時候咧，每一個 exam 咧，大概係會剔十分鐘或者十五分鐘。咁到你最尾，到我真係已經好熟嘅時候咧，我最尾嗰次溫呢，咧，我大概係兩分鐘到，我已經答晒廿四題噶啦。咁到我真正考試嘅時候咧，我係、呃、由坐低到考完咧，我諗係大概三分鐘，我已經係考完個試可以離開噶啦。喺呢度咧，我有少少嘅 tips 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嘅。 咁咧就係其實咧，你温習嘅時候咧、呃，你要知道咧，就係佢唔會係 exactly 一模一樣嘅題目，即係話你温嗰十七條題目，誒十七個模擬考試，佢嗰、那個 題目咧唔會係 exactly 咁樣出發嘅，咁係以我自己考嘅時候為例啦。咁温習嘅時候咧，喺十七個 exam 入邊咧，其中有一題咧就係、是、提到咧一九六六年，誒、呃、邊一位人士咧係帶領英國足球隊咧係贏得世界盃冠軍嘅。咁個題目 A、B、C、D 啦，答案就係誒 Bobby Moore 咁樣。咁但係咧到我考嗰陣時咧，佢就轉咗一道題目，佢係問啦一九六六年。 b o b b y Moore 帶領邊一種 sports 咧係贏得冠軍咧？咁、那個答案咧就係、是、football 咁樣咁，所以大家即係都要留意翻温習嘅時候咧，可能真係要認真即係除咗記嘅答案之外咧，都希望可以理解一下嗰個題目。即係因為有時咧佢會倒翻轉個題目嚟問，但係你話係咪好 tricky 咧？我覺得就都唔算好 tricky 嘅，都好 direct 嘅。咁希望呢個少少嘅分享都幫到大家啦。 咁就诶温习嘅方向大概系咁样啦。咁诶、呃、我会建议大家短期咁就温咗佢就去考啦，就唔好拖长佢。咁坊间咧亦都有啲 apps 嘅。咁之前有啲朋友咧 send 嗰啲 apps 嚟咧就系、是、有四十个、五十个模拟考试嘅。咁好实在嘅，如果以目标为本咧，我觉得就可以唔需要睇咁多题目啦。 因為你睇得多，你記得多，你可能仲亂。咁如果大家係以考到為目標嘅話咧，温呢十七個咧就可以嘅啦。咁嗰條 link 十七個嗰條 link 呢我就會擺埋喺我哋嘅 description 度啦。咁大家有需要可以 click 嚟睇嘅。咁至於嗰五十條香港人俾嘅題目呢，我諗就因為版權問題啦，我就唔方便喺呢度公開啦。咁不過我相信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呢，只要你參加一啲 Facebook 嘅群組，例如即係香港人誒考呢個 live in UK。 t s t 嘅嘅 group 咁样，或者 WhatsApp group 啊，或者 Signal group 啊，咁咧都可以揾到嗰啲诶朋友俾到你嘅。 咁诶如果你英文唔系咁好嘅朋友咧，咁我亦都知道咧係一啲诶英誒香港人 group 入邊咧，有啲香港人咧系非常之好嘅，佢就将嗰誒十七个模拟考试嘅题目咧都翻译咗做中文嘅。咁亦都基于即系我哋尊重人哋嘅版权咧，我也都唔会喺呢度 share 俾大家。不过大家咧都可以俾少少心机可以喺唔同嘅 group 度揾翻咁样咁啊，讲翻考试当日嘅情形啦。咁其实咧，我去到考试嘅时候咧，诶啊唔系应该。 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报考先。报考嘅時候咧，其實你就要填翻、呃、要有一個身份嘅、呃、identity o、uh, document 啦。咁我就用咗我個 BNO passport。咁然之後咧，你就跟翻你個 BNO passport 入面嗰啲資料去填。例如佢會問你嘅 nationality 啦。咁如果你揸 BNO，你填翻 BNO 就可以啦。咁如果你係冇 BNO，你係用香港特區護照，咁你就填翻啦。冇辦法就因為、就是、你嗰度嘅 nationality 填咗 Chinese 就一定係要填翻。 Chinese 啦咁啊，咁就跟住佢會誒填出生日期啊、你個名字啊、地址啊咁樣，咁 email address 啊，咁基本上咧你一定要填一個 email address 咧，你係之後會 check 到嘅，因為咧佢會誒將啲資料 send 去嗰度，而如果而 e 回收喺你考完。 當日咧，佢會即刻。基本上我考完咧，大概我考完之後，我開翻咗個電話，搭翻貼落去咧，我已經收到個 result 噶啦。咁好快就知道個成績。咁所以你要搵一個係即係容易 access 到嘅 email address 啦。咁同埋 你填咗交咗錢之後咧，你就誒揀咗個 centre，e 咁我就揀咗喺白明巷市中心個 centre 嗰度考嘅。咁去嗰日咧就早半個鐘頭到啦，因為佢都 request 咧，係早啲到嘅，因為咧佢都好嚴緊嘅。咁一入入資場嘅時候咧，要熄咗個手提電話啦。 誒，然之後咧，佢就會 check 下你嘅啦。咁啊，要誒點樣 check 咧？基本上咧，佢就會嚟叫你拿高個衫袖，睇下你嘅手臂手有有看看有有啊、手啊有冇寫嘢啦。咁、呃呃呃、啊，頭髮要拎開啦、拎起啦，俾佢睇下誒耳後邊啊有冇戴啲 headphone 啊？誒有冇收埋啲誒誒誒，即係出貓紙啊咁樣誒，跟住會 check 埋你對鞋嘅，佢會叫你誒遞高個腳俾佢睇下你對襪有冇攝嘢啊咁樣。咁電話啊、隨身物品、所有嘢咧。 佢都係會叫你擺 locker 嘅，咁誒亦都會有一個誒監考員咧，就會問你簡單嘅問題，咁啊會問翻你係誒點解會考啦，咁我得就答佢係永居啦，I L R 嘅原因咁啊，咁跟住佢問你個名啦，同埋問你個出生日期啦，咁最重要咧就係咧大家記得本 passport 嗰度咧有個簽名嘅，因為咧佢職場咧會叫你簽翻個名，咁佢對翻 passport，make sure 咧你就係、是、誒。呃 你個誒，你就係本人啦、就是呃，即係誒，唔會係出貓揾大人揾揾替，即即即揾個槍手幫你去考啦。咁所以記得帶翻個 passport 啦，就係帶翻你去报考喎。即係例如你用 BNO 报考，你就帶翻 BNO，就唔好帶誒特區護照啦，因為佢係睇翻你报考嗰個 passport，佢就 check 翻你嗰本 passport 嘅。咁記得有個簽名，佢當其時就會 check 你噶啦。咁啊 check 好晒之後咧，佢就只係會俾你帶住個 passport。 去入個市場嘅啫，市場咧就係電腦嘅，咁咧佢就會有三至四題咧係一個 test 俾你試撳下，就嗰、那個就唔計分嘅。咁跟住咧佢就會有誒、呃、時間咧就係、是、好似係六十分鐘俾你考，咁基本上唔需要考咁耐，因為其實只係需要考二十四條題目嘅啫。咁所以咧大概五分鐘到我就。 啲五、三至五分鐘已經考完，咁考完之後咧，咁你就舉手，咁、那個監考員就嚟睇翻你答完未 s u 咗啦，咁佢先至會俾你離開嘅。咁誒、呃、就唔需要太緊張咯。咁其實～

啦，拜拜。